摩托车什么的，要不要前晃后晃？前晃后晃之后，或是这样子，这样之类的，就是有 tempo， 就是有身体也在动，就是不要不是这样子木头人这样，现在就太僵了。对对对，晃一晃一下，这么晃吗？太晃太晃，超晃。可以玩一下，你们在途中可以自己想一下可以怎么玩，玩一下，对，就是自然一点玩一下这样。我好像很不快乐，很多都不快乐。可以啊，自然一点啊，重点是自然的。你们跟女朋友跳舞的时候，你们会玩什么？啊？就你在夜店50楼一个妹，你会怎么跟她玩？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吧？有道理吧？我找到歌了，我找到歌了。这可以吧？赶快来，你现在也有五十，你怎么懂？我们现在就是夜店，但不要太得体就好了。对对，我当然知道。赶快来，开始，我也想播。好，来，直接来，三二一，走。这 tempo 太快了啦，不行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我觉得你要可以不要懂这么刻意。因为你这样子，你只要搂一半就好了。对啊，搂爱他。继续放，继续放，好，继续放，继续放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继续放，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。继续放，好，因为正常不会这样搂。好，来来来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就骨盆那边就好了。就照刚刚那个 tempo 可以。好，来，三个一走。三个一走，来。还要，还要，现在还要拨，有，拨头发才是重点，拨头发晃晃是附加的。我以为现在只要晃而已，那就拔头唯一。那如果这样的 tempo 转圈也可以再开这个，可以，对吧？对，赶快就好，可以，就是拔头唯一，然后加速转圈，对，转圈，然后摆拨头发，对，没有，现在是晃跟拨头发，先晃拨头发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没有啊，一起同时吧。你拨头发很卡了，卡了。拨啊，那个 tempo 是可以的。tempo 是可以的。但是不要拨头发。对啊，就是有点有趣的感觉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晃晃看起来也晃晃，感觉也蛮好的。是我没拨好。好，再来吧。IMB。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那你不要拨他头发了啦，你直接插进他头发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插进他头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然你就摸头一下这样了，不好吧？对啊，不然就摸头发是怎么样？摸头好了啦，摸头啦，直接摸头啦，直接这样子啊，摸头啦，直接摸头好了啦。最慢的歌来了，从偷偷摸到耳朵那边差不多了，这样摸起来，对，摸到脖子这边，然后做个收尾，就这样。好嘞，准备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适合了吧？好乖。不行，你有没有群调啊？我都放那么轻柔的歌，你怎么？我开大绝耶！群调啊！歌单已经是我大绝了。等一下，这够很适合哎。不然就拨头发啦，就你就努力把拨头发拨好了，就这样好了。